选手是来自清华大学的高培富同学。我本人呢，平常就是一个非常注重环境保护的人，而且我认为在未来，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一定是相辅相成的支柱产业。那么这就是我的垃圾项目。说了对了，不对，我的网上垃圾回收项目还是个大傻呢。谢谢大家。好，请评委打分。不是吧，这种垃圾项目也能打八分？什么玩意儿啊！谢谢评委，谢谢大家。大宇，咱们怎么办啊？没事儿啊，老大没问题，自信点，咱们的项目肯定没得分的。对，等着。一定比他分。杜甫诗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也许这一个千年的梦想，真的可以在今天实现。以上就是我们虚拟办公室的项目，谢谢大家。这项目比咱们的强，他是不是没有听明白咱们的项目啊？对呀，是啊，这打七分给的也太少了，是啊，不可能吧？对呀，这比高培富那个项目好多了，是不是？太低了，对呀，这得打七分啊。这个奖呢，我也是势在必得，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我的成功经验呢就不多说了，你们啊也采访采访他，毕竟啊失败者比成功者更需要鼓励嘛。哎，这位同学，请问你们这次团队失败，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技不如人，愿赌服输呗。那请问你对高培富同学获胜又是怎么看的呢？高培富的方案我也听了，写的确实不错，佩服。不过呢，我有一个小小的不解，想请教一下高培富先生，什么叫做回收日活度呢？回收日活度？回收日活度啊，不是你在方案里写的吗？请您回答这个问题。这一看就不是他自己写的，他自己写都不记得，是吗？请问，是你写的吗？请您能说一下吗？李鹏月，我跟你没完。请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请您回答一下。老陈啊，我得佩服谢谢你了。哎呀，谢什么？只要能帮着他成长，这500万我出的心甘情愿。但愿他能有点长进，也不忘你我一番苦心啊。老高，我这次来北方市就想多待一段时间，一方面呢是想图个清静，另一方面就是想找点有意思的事情看看。你这条大鳄又定上什么新目标了？该不会想把我们高氏也一口吞了吧？你怎么知道的？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中午还有个饭局，就不陪你了。行，你忙你的，改日我让裴父专程去谢谢你。好。陈老，看来这个高公子还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呐。他呀，就是一个游手好闲的草包，他的那个项目千疮百孔等待出，不知道他是从哪里东拼西凑来的。那您还给他投了500万呢？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记住，我陈虎生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哼，我就说嘛，一个大学生的破比赛能有什么好项目？你又错了，这里边还真有一个好项目。大鱼，嗯，老大最近好像得了什么癔症，真的每天饭都不吃，不是在修改方案就是在那儿发呆。咱得救救他。你不是说给他介绍什么投资人吗？人呢？我介绍了，我动用了我身边所有的人脉，终于通过我们家对门王大爷家的二闺女的同学的老板娘娘弟弟的女朋友，她是一个天使投资人的小秘书。我跟你说，为了搞定她，我这礼物送的嗨了去了，差点连饭都吃不起了。你送什么了？脖子上的、手上的、脚上的？那他还不同意？不是，那个脖子上、手上、脚上的是什么呀？你傻呀？项链、手链、脚链，这我知道。哦，不是，那个鸭脖子、鸡爪子，还有猪蹄儿。不是有你这么送礼的吗？我不是，手头有点紧啊。为了让老大顺利见上投资人，我这也豁出去了。你省点花啊，密码是我生日。哎，我警告你啊，为了咱们242寝室的共同大业，办成了咱一起吃肉，办不成我们吃你肉。放心，都在心里。来来来，放心，这事儿我一定给你办啊。你说我这事儿办得有多漂亮啊！我太厉害了，真的。你都快把大鱼的信用卡刷爆了。你让他刷吧，只要能把这单客户接下来，他刷什么都行。反正也白吃白喝，咱们四年了。哎，行，这盘都放过去了，今天这事儿肯定给办成了啊，肯定成了。哎，你们说这个吴总他靠谱吗？不过又是个陈虎生吧？老大，你放心，对自己有点自信，只要咱们四个配合好了，绝对成。什么项目啊？您带上就知道了。没问题，没问题。吴总，您慢点啊。你好，吴总。我是虚拟办公室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周岩。欢迎您来参观虚拟办公室项目。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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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要是要换一个女秘书该多好啊！秘书，女秘书，快快快！秘书，你好！哎呦呦！我说你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回头您自己慢慢再看啊。办公室吧，我觉得格局还行。再往前走两步啊！但是这装修的档次实在是太次了。哎，有，您稍等。还有吗？有，您要故宫都有。好，这脚上风水不错。月球不是也行？这门是干嘛的？刚好卡在这儿啊！哎，这挺好玩的。哎，走，哎，不行。
这项目我投了。投了。投了。少了点，但是都是全新的。以后公司发展壮大了，你们需要什么设施，跟我说一声。哎，一个子儿都不让你们偷。哎呦，您这是雪中送炭啊！哎呦哎呦，轻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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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这么高级的电脑，我能用上？这不是做梦吧？怎么，糖没带走吗？哎。把这合同签了，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啊！几台电脑算得了什么呀？哎，我怎么觉得这合同看着有点问题？哟，有问题啊？嗯，哎，有问题你就提嘛，我回去让公司法务就给你修改了。只不过这一来二去。时间就耽误了，进度也就慢了。万一新项目又出现什么资金的问题，到时候你们这儿的资金就……啊，不是，我觉得就是有点别扭。没问题，能跟您合作是我们的荣幸，我们这就签。当老大的就是不一样，说话爽快，做事爽快。得嘞，你们就抓紧时间工作吧。下个月啊，我有个朋友要来，抓紧时间找一个完整版的出来，到时候也好给人家展示一番嘛。哎，我还告诉你啊，我这个朋友那可是投资界的大亨，如果他看上你们这项目，那就离纳斯达克上市不远了。哎呦，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抓紧时间的。这话靠谱，来，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我打扰你们干活了。哎，哎，吴总，来呗。就凭哥们儿这项目啊，一年研发，两年上线，三年垄断市场，四年哥们儿就纳斯达克了啊！之前那片已经翻过去了，新的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以后哥们儿就是 IT 界的新贵，创业圈的宠儿，投资圈的精英。干活。不吹牛能死！我是连夜干活。怎么了？放心吧，大鱼，这个电脑比之前的快多了，肯定没问题。不是你把源代码还有数据库都拷进去了？对呀、啊。怎么办？把这个拷进去。哦。这什么呀？这是？这是咱们纳斯达克上市的关键。清清楚，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吴总公司财产，他欠我们钱。
我拿东西抵债天经地义。至于你们几个呢，跟这些东西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怎么样？张老板，什么？这就对了。不是，哎，拿东西，走人了。大宇，数据库云端盘全在机器里，可咱们的命根子啊，怎么就全没了？喂，吴总，我是杨。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关机了。咱们肯定让醒目都给骗了。完了，这家之前那些东西全没了。5000多。杨子，杨子，打他去！干什么？你冷静点儿。我告诉你，他们什么脑子？谢谢老板。东西可都在电脑里了，跟你想的一模一样。你还别说，我还真是挺佩服你的。你能告诉我你怎么把他们吃的那么透吗？我给他们配几个好电脑，那不当宝似的，把所有资料拷里面啊。等我研究透了他们的源代码，这项目就是我的了。后生可畏，干杯！偷谁东西呢？什么情况？我代码呢？为了预防万一，我让周岩把一个副技师装置提前植入到了系统。谁书记？什么？副技师？据说呢，在冷战期间，苏美两国都担心遭到对方的核打击之后而无法反击，所以在核弹里预置了一个副技师装置。那么正常的核弹是需要输入密码之后才会发射出去，而这种核弹是需要每隔一段期间输入密码来延迟发射。我用这种副技师程序外面包裹了一层病毒，专门植入到电脑里隐藏起来。平时靠输入密码来延迟病毒的发作，而他们拿走了电脑，没有人输入密码，那么这种副技师程序就会激活病毒，而这帮二货则什么都不知道。刚才还在啊，这是生意我可是完成了的。百因必有果，你的报应就是我。于鹏业，于鹏业，高，实在是高。大鱼，你真棒。老大，你又怎么了？哦，没事。老大，别愁眉苦脸的。最核心的东西还在咱们手里呢，大不了咱们再找其他的投资嘛。哎，怎么样？啊，人是见到了，而且对咱们的项目很感兴趣。真的？啊，这就是觉得太超前了。不是，老大你别气馁，听他那个意思，咱们这个项目还挺有前途的，只不过时机不太成熟。他说了，只要时机成熟，一定会跟咱们联系的。没事啊，算了，我也没那么脆弱。仔细想想，人家说的也有道理，光有投入没有收益，谁会投这样的项目啊？反正咱们也不能一直在天上飘着，也该脚踏实地了。走吧。嗯，是杨子。哎，怎么了？喂，大宇。系主任让你跟老大马上去他办公室，说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怎么了？系主任找咱俩？犯什么错误呀？刘老师。哦，两位进来。哎，坐。哦。
你们两位那么紧张干嘛？放松点，是好事。我问你们，杰肉公司知道吗？啊，做办公软件起家的外资 IT 巨头，简称 GY 那个，就是他们。杰肉公司这次从我们系定向招聘优秀毕业生，我把两位都推上去了。真的？老师，你太够意思了，老师。谢老师，你们别高兴太早了。这次杰肉公司只录用一个，究竟留得下，留不下，是谁留下，就看你们自己了。啊！GY 公司，哇，那么高大上的公司，我想都不敢想，真厉害，大宇。你也甭想了，我们俩就是面个试。再说了，只能选一个人，说不定一个都选不上呢。你们两个那么厉害，怎么可能一个都不要呢？哎，这话又说回来了，那要这么说，他跟老大就成了敌人了。喂，妈。哎，儿子，上次说的那个项目进展还顺利吗？哦，我那个项目暂时不做了。敌人个头啊，敌人，你可别这么想啊。不管我们俩谁进去了，对咱们四兄弟都是好事。嗯，大月，啊，我支持你。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支持老大。啊？哎，咱们赌一把，敢不敢？赌你个头啊！你别在这给我挑事儿啊！我跟你说。哎，来了来了，来，老三样啊！我马上就找到一份工作，是一家叫GY的公司，一个特有名的外企。找了家大公司啊！哎呦，好好好！老大怎么还不来啊？他应该准备明天公司面试材料了。给老大打个电话，赶紧别光顾吃。我打了，那不是不在服务区，要么就是占线。那你去接一下去啊！你赶紧去，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串刚上我，嘿，我得吃，要不凉了没法吃了。这我不能，可吃货，我是不是指望不上你？等会儿我，你慢点，你们俩节奏慢点，等我一会儿。哎，好了，少喝点，等我们。哎，老师，我扶你起来。啊，高倍富，这个区域的监控探头前两天刚换的，还没启用呢。行啊，我知道了。是你打的120吗？啊，我打的。那这人是你撞的吗？这怎么会是我撞的？我来的时候躺地上了。你看你满身酒气，骑着破车，那肯定是你撞的。你别想抵赖啊！不是怎么的？我喝酒，我觉得撞人是不是？哎，我救人还有错了？你讲点道理好不好？好了。哎呦，你说人不是你撞的？不是我撞的呀。那有人能证明吗？如果说没有人能证明，那你只好跟我回交警队接受调查了。凭什么呀？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就你一个人在现场，我们总应该把事情调查清楚吧。好了好了，你也不要着急，最多也就24小时。如果说半途当中老人醒了，说不是你撞的，我们可以立马放了你啊。不是，警察同志，你听我说啊，明天早上我有个面试，特别重要。你这……那也没有办法，人不是他撞的。老大，老大，你快说说怎么回事啊？你有证据啊？儿子，你大学快毕业了，工作怎么样啊？快跟警察同志说说呀！这次杰肉公司只录用一个，是谁留下，就看你们自己。找了家大公司啊！我
我用人格向你担保，人一定不是他撞的。哎呦，天！这有什么用啊？你光担保是没有用的，要讲证据。既然他也没有证据，你还是跟我回交警队一趟。交警同志，人真不是他撞的。老大，没事啊，人不是我撞的。明天调查清楚，我就回来。如果我赶不上面试的话，你就第二次，替我拿下GY。咱们俩是拿下GY，都是胜利。 好了好了，大家都散了，都散了吧，你加钱啊。等我回来。天灵灵地。 好运快显灵！还是咱们造造好事啊！100，好运好运快显灵！干什么呢？这是，我给你去去晦气。走，什么玩意儿？来，周岩啊！周岩让老师叫到了。啊，对，老大呢？听说老大被摔公司了。 恭喜你啊，李腾飞，刚才接到GY公司的通知，你面试通过，被录用了，我就知道你比那个于鹏越靠谱。那录用了一个海参才对。你问他们为啥呀？我哪敢问啊？毁了脸跟驴脸似的，这么长，我怎么问啊？老大。 昨天晚上你又不在场，帮不上我又不是你的错，就是。哎，就算换作是我的话，我也帮不上忙啊，对不对？再说了，那老大爷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受了点惊吓而已。醒了之后还帮我平反了呢，人家家属给我道歉了，警察叔还给我写了表扬信。我跟你说，我这次没赶上面试，我那就是天意。 你什么你呀我呀的？我跟你说，昨天在交警队我就想明白了，这 GY 公司还真就得你去。你想啊，你看我就我这张嘴，我这臭脾气，跑到那么大的公司我能待时间长了？你可不一样，咱们老大是什么人？在学生会历练了这么久，绝对能站得住脚，升职比谁都快。就是啊，到那个时候。 资源多了，人脉广了，我们仨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干什么不行？就是。那你呢？你打算怎么办？哼，天生我材必有用。VO公司知道吗？也是做虚拟办公室项目的，之前我投过简历，人家特别看好我。我是这么打算的，我呢先去VO公司探探路，虽然不比GY好。 但是最起码我磨练几年，学到人家的长处，老大那个时候再多拉几个新的投资人进来，咱们几个继续实现咱们自己虚拟办公室的梦想，是不是陈沪生、李京生、土豪水豪的？我就不信他不给咱们投资，我就不信实现不了咱们的梦想。 哎哎哎哎！门坏物动，请走旁门。哦，不用看了，咱们穿的是最好的。是吗？啊！我看这几个都还行。哎，这是孩子盒子，您看一下。我跟你说，这房子租的，就玩去吧。不是，怎么又涨价了？昨天还3200，今天就4000了，你们也太黑了吧？哎，怎么说话呢？ 是房东涨价，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昨天我就让你们签，你们非要回去考虑晚上，这能赖谁？嗯，
大约，那咱们租还是不租啊？租。这房子早晚还得涨价。这房子，我们租定了。进来。店长。嗯。您真厉害，果然不出您所料，这价格一涨，反而签的人更多。这都是刚签的合同。 少来拍马屁啊！我最烦的就是你这样啊！哎，回头告诉兄弟们啊，忙完这阵子，我请大家吃饭啊。好。怎么回事？这都对的呀。什么对的？ 哎呦，你差点给我出了大乱子，知不知道？你怎么了，店长？你忘了？你忘了高公子的事了吗？你们要是决定好了，就尽早过来，咱们交钱签约。哎呀！ 不知道高公子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您是不是到店里歇歇？你是店长啊？鄙人叶知秋，这是我的命令，请您多多关照。找你帮点忙，知秋定小泉马之龙，肝脑涂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认识吗？有点印象，刚从你那儿出来吗？到你那儿租房去了？ 哦，我呢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让你帮我让他吃点苦头。您放心吧，都包在我身上。包？哎呦，去去去！神仙呢？是不是在外头？在外头呢，把他关上，关上。从现在开始，按我说的做。 哎呦，厉害了！你手里有个大圆满，你马上就不会在这上班了。真的，相信我，绝对。你瞧这大圆满，太厉害！哎，哪位是于鹏月于先生啊？哎，我就是。你好。我是本店的店长。家园274号楼的房子是您租的吗？对，没错，我租的。啊，不好意思，租出去了。租出去了？什么时候租的？租给谁了？这个就不方便透露了。 不是你们，我合同都签完了，你现在跟我说租出去了？合同是吧？啊，我看看啊，合同，哦，对啊，这是我签的字。是，您是签过字了，可是我们还没有盖章，所以说呢，这合同就是一张废纸，不具备法律效力。哎，你们行行行，大爷，不是，咱们再看看别的房子。啊，对，你们再看看别的。 这个呢，3400一个月的，啊，不好意思，租出去了。3800这个，也租出去了。行。这个呢，不好意思，都租出去了。有你们这么租房子的吗？你租出去，你挂上什么呀？ 租房你们租了吗？没有。您要租那个房子是吧？是啊。哎，小李，哎，那个房子是吧？这……哎哎哎，等会儿，我们租就没有，他租就有，凭什么呀？什么意思啊？没意思啊？看不出来吗？耍你们！哎，我跟你说，秃驴，你们干的可是服务行业，再这样，我向你们总部投诉你们啊！ 赶紧去，没人拦着你，看会不会有人答应。大宇，这个无良中介好像是高氏集团下属的企业，又是高佩夫，是高佩夫那猴子让你干的吗？这个你不用知道，识相的赶紧滚蛋！你跟谁说滚蛋？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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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就不信兜里揣着钱，在这租不着房子。走，上边间看去。就是。哎，等等啊！忘了告诉你，现在所有的房屋中介手里都有一份黑名单。哎，知道什么叫黑名单吗？你于鹏月是排在第一位的。也就是说，你们走到哪儿都不会有人租房子给你们。你别太欺负人啊！我警告你。欺负的就是你，怎么着啊？啊！你们这帮穷学生啊！哎，哎，你说谁呢？脾气挺暴啊！怎么了？啊，闹事要打架是吗？怎么了？不是，你再动我试试，我就动你了，怎么着？啊，我就动你了，怎么着？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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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事儿我担着，不是不是打架，哎，我们哎，别动，别动，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别动，别动，别动，先别动，别动手，别怎么着啊？你们来个擒贼先擒王，擒你个头啊！他们这么多人，咱们肯定吃亏。三人就去，走为上策。走，哦，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砸我的店，给我打！挂了，里边不是挺热闹的吗？不是，老大，我就不明白了，这明明不是我们的错，为什么我们要赔钱？我没有主动接受条件。我就问你，你们仨动手没？没有。警察说你第一个动的手。不接受调解，这事儿就得双方按打架斗殴算，都得拘留。人家是中介，人家怕什么呀？你们仨是学生，这要留下案底，别说毕业证了，找工作都难。老大，你别怪大鹰杨子，他们也是为了保护。别说，保护。瞧你们那脸被打的。以后做什么事儿想想后果，一个冲动，一个幼稚，一个盲从。君子报仇，十年。你嘟囔什么呢？行了行了啊，老大，咱这片翻过去了，走走走走，咱洗个澡，去聚会去啊，然后咱们再去老四川那儿撸个串，开心开心啊。哎，没事没事没事，就这么把人给我放了，花钱请你的法律顾问干什么用的？不好意思，法律是用来维护正义的，恕我直言，您的所作所为可实在谈不上什么正义。我不正义，我行使我的权利天经地义。您口中的权利不过是利用规则中的一点漏洞做点损人利己的事而已，和正义一点都不相干。王若雨，我看在校友的份上，我提携你，你竟然跟我过不去。行，明天你不用跟了，回办公室做你的实习生去。说到等就多啊，你有我全都有啊，啊全都有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哎呦，我有锤头哟！打我你！哎呀，大侠！哎呦，哎呀，哎呀，哎呀！二四二的好汉们，都回来了啊！大爷，找我们有事啊？我是没事，你们有事了。好好看看吧，
干！左手是救助手啊，风风火火中救助啊，让我们清空宿舍，今天就搬走？凭什么呀？凭什么？还不都是你们自己惹的祸？本来你们就已经毕业了，学校好心让你们多住几天，你们倒好，在外面打架影响学校的声誉，现在让你们搬走，已经够对得起你们了。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全都有啊。这姓叶的就都赔他钱了还来学校告状，可真够坏的。对不起啊，老大，你说的没错，我们仨太冲动了，你看把你给连累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光阴会在脑海中收回一些悲伤玩笑的琐碎，像追随的影子在夕阳的余晖跑过，雨打风吹，哭着笑着青春已渐退，可做得对的经过就可贵，还没来及匆匆将当初的种种告别啊，先言不由衷，曾一起做的梦还在那片天空，那是多大的风都吹不散彩虹，至今最好的重逢看遍沧桑眼中，还藏着少年的懵懂，曾一起做的梦还在我的心中，被嘲笑的天真有谁还在守候，青春漫过的沙丘都变成了绿洲，在场倾盆的雨是岁月赠予的锦绣。